針對經常出差、外遊或者外出工作的人士， WD 全新推出 2.5 寸可攜式 Hard Disk 系列 My Passport Wireless， 具備 Wi-Fi 無線傳輸功能，用家可以透過智能手機、平板電腦或者其他裝置，以無線方式存取和分享 Hard Disk 裡面的檔案。WD My Passport Wireless 提供 1TB 和 2TB 容量，今次测试的就是 2TB 版本，尺寸为 127×86×29.8mm， 重量大概 350g， 采用 WD Green 系列 2.5 寸 SATA 6GB/s 硬碟，支援 IntelliPower 技术，可以按需要改变马达的速度，提供最佳的电源使用效益。处理器采用 TIAM3352 晶片，内建512MB 记忆体和 128MB SLC NAND Flash， 支援 802.11N 2×2MIMO 无线网络，最高无线传输速度为 150Mbps， 可以同时最多被8个装置以无线连接，并足够应付4个装置同时串流 1080p 高清影片。在 AP 模式下，产品可以充当 Wi-Fi Repeater， 连线去到具备网络的 Wi-Fi， 令到其他装置都可以连接上网。如果连接去家用 Wi-Fi， 可以启动 Share Content 模式，变身成为 LAN 装置，在 Wi-Fi 网络里面充当网络硬碟装置。机身提供支援 SD 2.0 规格的 Card Reader，最高存取速度为 25Mbps， 用家可以透过 MyCloud 应用程式将 SD 卡的资料复制或者移动去硬碟机里面。此外，产品支援 Windows 和 MacOS X 作业系统，而 Wi-Fi 连接不需要透过软体，即可以当作网络硬碟存取，亦都可以透过浏览器或者附连的 WD Quick View 软体设定和管理。My Passport Wireless 附连一组 USB 3.0 传输线，在需要进行大量资料读写的时候，可以直接接驳 PC， 提供高速的读写性能。产品亦都附连一组 5W2A USB 充电器，支援100-240W 交流电压，为产品提供快速的充电。内建 3.7W 3400mAh 锂电池，充满电之后可以提供长达20个钟的电持续航力，足够连续播放6个钟的视频串流，利用 Wi-Fi 存取再在行动装置上播放，变身成为 Media Center。 用家可以在 Apple App Store 或者 Google Play 下载 WD My Cloud 应用程式，管理、设定和存取硬碟的资料，同时可以备份装置里面的相片或者影片，令储存容量有限的行动装置可以变身 2TB 的多媒体行动播放器。支援 DLNA 伺服器功能，透过网络存取放在硬碟机里面相片、音乐和电影再直接播放。产品亦都提供 FTP 伺服器，给数码相机可以直接上载相片档案到硬碟机里面。